那么我们的优酷体育的官方淘宝直播间酷动优选呢，现在既可以抢购，还可以参与到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的多轮次免费抽奖的活动当中。安兔的往前拿球点很高，而且速度很快。比赛打到现在，王耀先和张宇在往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吃亏，相对来说这种衔接的娴熟程度。后场的话确实容易给裁判造成一种拿得过高的问题。刚才主动一些，在当中，全面的去和对方对抗，但是在实战当中，如果说某一个环节确实今天丢分率太高，那其实可以一定程度上稍微调整一下。据解释啊，他们的网前嗅觉确实太敏锐了。在画面下方的这一侧确实容易出底线，强再就是有个王耀星啊，王耀星的整个球风就是比较踏实，所以关键时候他比较能稳得住。张玉宇更多的他在往前会展现出就是一锤子买卖，一拍冲完之后第二拍连不上，所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拉开了打，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或许机会会更好。这对方去抢一抢往前，但是确实抢不过啊，但是场地的信号问题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呢是信号的播出方啊，信号的制作方呢是亚语言，所以这次只有亚语。点击之后也可以一键直达。此外呢，大家只需要点击关注成为粉丝，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就可以参与到多轮。
对，哦，这个是现在二分哈迪安托比较头疼的事情。兴趣的朋友可以打开淘宝，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，或者点击我们直播前当中的免费抽奖活动当中。哦，比较大，失误又偏多，这相对来说现在王耀新和张御宇就比较稳得住了啊，相对来说。现在的这个常规节奏印尼组合抓得挺准，还是拉开打攻防，